天灵之圣母高公第一波张母龙。入门行列，共情五道之内，古龙天、应松清两人虽表面淡然，心思感受反复不定。为何各向共情最顶峰，失去一道，不该打入无上殿，一见红如无上。你紧张紧张紧张，古龙天不穿共情五道。洪儒又会作何应对？欲知一连串精彩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播的《霹雳天灵之神魔高峰》第一波第32章《红尘舞动》。大我不凡的剑将，用这杯红尘抵挡犹如无效，是红犹如尊家有问三年。你今晚即将收官之位，下七情段玉玉，伫行事一度啊，是不雄兵好，一命丹心文宏天。李靖不宜接受检验，无情武道之人，一命丹心不通天，坐立不安，心思躁动。孙家，父亲，我失态，我知晓你挂路，有丝毫无情却也议论，顶顶滔滔，明眸又凶狼，这会是一片丹心，便能证明确信。是，红如孙家。想回第二道，你我一命丹心不通天，今天决定一传公正武道，你想一见红如孙刚是啊，兄弟也是来到这一天，若同我出关，就念下这杯本心茶。但我必须先告知你。出来心海摩托，你将面对你无想面对的人事物，无论是感情，或者日常，这般考验对文宏天而言，又算什么？兄弟，如你所言，以前早就通过第二道。又何时浪费我一杯温馨茶？孙高，你想想看，我是阻止不了你。杜潇，你第三道就看剑如孙高，就何愿意奉行了？西周刚狼剑我心，眼睛幻灭待天津，是谁不得昏无敌？师兄原来情有尽。红人我人就告各自此心是真心正如请但这里我有无功，我是来找你修派，我是看教务何地，是来找红人特地休息。正如文宏天，你忘了你早已就拜我了吗？只是故往之说，人在你一直如此坚定，气势如此宏大，实力强强如同怪物一般，我又要如何动下你呢？孙刚是想印证万剑天下的威力，无想到原来比起无聊的幸福，我更珍惜这段时间，有你坐镇宫中武道。一同守护入门的日子，我真正感谢。我明明知影你要做什么，就是无法阻止你的决定，内心非常的感伤。
独小尊高雄尊，咱这三人一宿饮下这杯再离开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文宏天就此进行，一宿如文，毛环就一度，提报。